请出题。第一题是 party， 三秒钟给你想，日文会做什么动作？三、二、一，请摆 pose， 不摆视同弃权，不摆视同弃权。好，别动，全错。原来你看看一下日文，看一下日文。好 ，OK， 好，没关系，再来一题哈、哦，这真的有点难，这太难了。好 ，next， 下一题，请出题。题目是 Jenny， three， two， one， 请摆 pose， 不能动，不能看啊。哇，好像也是全错哎，蛮喜欢的感觉，蛮的对啊，他接近，有一点一样，有一点一样，有一点。最后这位男生，但是我不知道他的跳舞不好。下一题的题目是 The Boys。3, 2, 1，请摆 pose。最有印象的，你再做一次好不好？一起，一起啊，一起啊，一起啊！没想到筋骨最柔软的是这位大哥。预备 ，3, 2, 1。哇！我看厉害，好像答案已经出来，他好像就是 winner 了。虽然你们动作不一样，其他三个人还要再玩吗？不敢玩了，对不对？输了哈，认输了哈，哦，我们就让他赢了吧。对 ，OK， 好啊。因为我觉得，哎，怎么称呼啊？江江，我刚刚在旁边看，旁边三位很紧张，他们已经脑中一片混乱，我们不要再折磨他。而江江跳的比润娥还像润娥，所以我觉得他比少女时代还要少女时代。哦，他说他是三倍的少女时代。哇，一次来三个团员啊，我们今天赚到了。再差两个，对不对？我加入可以吗？